好，大家好，大家新年好，大家新年吉祥如意，大家新年发财发福，大家心想事成，大家到新年变得越来越美。但是无论怎么变，都要让别人能认出是你来哈。说越变越美，最后说这是谁呀？连你们邻居都不认识就坏了。要重办身份证的。这次来很多小朋友，小朋友们高兴吗？那大朋友高兴吗？那小孩还在回答高兴。他有时候可能分不清你到底是大孩还是小孩哈，一般25岁以上都是大孩哈，那知道自己定位了吧？哎，25岁以内的都是小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很多行为都离不开父母亲，我记得我遇到一位大学生，那位大学生。我就估计读书读得比较慢一些，都27、28了，这个他是住家里头，每天去上学，还自己带盒饭，有天我在大学路过，我看他打开饭吃，我说饭做得不错呀，自己做的嘛，我妈，那你会做什么饭？我就会泡面，怎么这样子啊？看你这样子。也不是那笨人，怎么只会做这个？我没做过，哎呀，这可惨了！哎，我们在座的小朋友，有没有人什么饭都不会做的？请举手。要想做好人，就要说实话，不说实话，不属于好人这一类的。有人不会啊？这边有两个，正好前面有人挡着，他就敢举；这边没人挡着，我能看见就不敢举。那没有举手的，就都会做饭吗？就说明我们在座的小朋友哈，还都算凑合啊，不错，能做一点。那根本都不会做的啊，我对你的家长提出抗议，请跟你家长把师傅的抗议带回去，好不好？哎，这个叫子不教，父之过。现在我们改了啊，子不会做，妈之过啊。什么都不让孩子做，除了说读书去，读书去，别的不让做，亲妈的罪过呀！给他找个后妈，马上就什么都会了，是不是？虽然后妈就不落好人，多数后妈不落好，但是人家把孩子给他培养的什么都会了，尤其是生活能力啊，对。所以这些亲妈们，请你。要培养自己的孩子生活能力啊，好吧？你想有一天他考大学出去了，那这一个整个一个学期买了10多箱方便面在那放，那真的他营养也不好啊，哎，其实还有工作中啊，看似干这些家务活啊，其实是将我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是。在生活中，从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做饭呐、洗碗呐、清洁呀、等等这些活的时候，他也会将自己的那个理论的东西与实践相结合，还有促进大脑的发育。要不然很多孩子呢，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就变成叫做考试型学生，就是说这个。他只会考试，不会做别的，对，那几乎等于是废物。就我说的不客气。所以呢，我们学习知识是为了用，对不对？学以致用是学习的目的。哎，他最后说，人家倒是也有用途，只会考试。就是他的脑子就是只应付于老师所期望得到的答案，这样的人。不会生活，不会工作，不会交朋友，没有魅力，心中冷若冰霜。
因为只会考试的人是没有情感的，有情感的人呢，多数脑筋比较活。学以致用，所以请小朋友们记住，凡是有孩子的家长，其实家长和孩子一起在成长。你过去，很荣幸地做了父亲、母亲，做了爷爷奶奶，但是你并不懂得孩子，你并不懂得孩子那个世界，还有那些知识。会教育孩子的，孩子就容易成才；不会教育孩子的，孩子就不能成才。所以应该父母亲、我们的长辈和孩子学习，一起成长。有时候陪孩子一起学，陪孩子一起去玩，这样的家长就是会做。不要说你到年底了，拿着棍子吆喝你的孩子，你怎么考这么一点啊？太没面子了。没有用的，答案没有用，因为这些分数是来自于你平时的积累，他的智慧也是来自于父母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一个比较温馨的，活跃的这样一个生活空间，这个孩子就会变聪明，所以我的建议家长们多让孩子多干一些家务活儿，乃至多玩一些游戏，不要再成为那个网络上打电脑游戏的那种高手就行，生活中的游戏，包括下象棋啊，还有运动式的、娱乐式的，有家长说学好数理化就好了，比如说看着孩子弹琴，弹琴有什么用啊？所以诱惑着家长让孩子弹琴的，很多家长只有一个目的，说两个手弹弹琴对孩子大脑有帮助。这样家长才让孩子弹琴，如果要不是说对大脑有帮助的话，很多家长不会让孩子弹琴的。我告诉大家，其实做所有的就是课外的活动，都是让我们更有智慧的。其实我们读书，如果我为人父母，我只有一个期望，孩子能正常生活。你能够做事，都是在替别人做事，替别人做事。人家给你钱也好，给你饭也好，最终目的是让你能够有一口饭吃，就是这么简单的目的。孩子们，你说精忠报国也好啊，实现共产主义也好啊，还是想把你弄到月球上也好啊，那些都是吃饱了饭之外另想的事儿，知道吗？你的父母亲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了让你有口饭吃，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的爹妈才逼着我们好好学，好好学，至少上个大学。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都难了，因为大家现在是一个比赛知识的时代。哎，上了大学，上什么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员，哎，所以能混碗饭吃。哎，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饭。那未来大家都很聪明，都是大学毕业，乃至都是博士毕业的时候，你大学生还找什么工作啊？我看，除了去捏脚，要不就做一些最苦力的一些粗级的建筑活儿，就是比较体力型的，还不是动脑型的，就变成这样子。我们有了知识呢，就能给别人服务，它道理就这么简单。有了知识。就能给别人服务，所以总共来说，知识一般有的以为说，刚才说剃头，剃头理发是知识吗？我告诉大家哈，连农民种菜、种庄稼都是知识，也都是技术，既是知识又是技术。你们学校教的这些课程也是技术，那跟我来学点这些东西，这算不算知识啊？很多人说这应该不算什么知识，哎，对，因为很多人实在不懂，它不但是知识，而且还挺好的，所以人要多会一点东西，也就是增强自己的能力。所以我提醒了我们的小朋友们，如果我们的家长有人有缘分来跟我们修过，那你也有这个缘分了，所以让你们将来都能成才，让自己要有动力。多学东西，多学知识，
这些就是知识就等于能量，等于力量，明白吗？所以后并不是站出来之后看谁强壮，像古代一样，古代我看介绍一位大将军啊，一次能把那个大铜狮子举起来，那个铜狮子上千斤啊，能拿两个大锤子，现在我们两个手拿不起来，人家抡的啊，怎么抡都行，像变戏法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用那个体力啊去创造世界了，是靠的是智力、智慧。仅仅靠体能是远远不够的。啊，就像大家看那个《三国演义》当中，最能打仗的，其实根本不是张飞，是诸葛亮。诸葛亮不拿着宝剑，是拿着个扇子，也不是铁扇。现在我看有很多人武术表演，啊，小姑娘拿着个扇子，扇子里头藏着绣花针，一捏出去了，扇子尖上是刀刃，那都是最低级的。诸葛亮拿的，就是手里没有兵刃，羽毛大扇，可能是鹅毛做的，是这样子的，啊，他是靠智慧，智慧是什么？是知识。他研究的天文也好，地理也好，各种整个这个人类世界的这些东西都具有着能量，如果你会用它，它就能为你服务。当你有了知识之后呢，你的创造力就很强了。你这一个人能力绝对不是说给人盖个房子那么简单，做个衣服那么简单，啊，你会变得很有能量，很有创造力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学来。啊，从做生意来说，一块钱买来，两块钱卖出去，划得来吧？划得来。对，多好的生意呀！如果你家里有十万块钱，你买了十万块钱的，只要这一笔交易一成了，七天如果能做成，你的十万块钱就变成二十万，够棒吧，对不对？如果咱家有一百万呢，再赚一百万，多买一套房子，对不对？多痛快啊，是不是？划得来吧？划得来。就是这么划得来的生意，远远不如学习知识更划得来。你所学到的知识啊，是前人一代一代的都把他们的精华经验总结出来之后，我们有的花了一点钱，有的根本没花钱就把它拿到手里了。只是作为你这么一个学生，你还没有去到了用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这个知识带给你来的价值，带给你给你带来的那种能量感，你还没有感受到它带给你的那种荣耀感，因为你年龄还小，还没有到真正用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啊，古代有一位叫甘罗的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这个甘罗的爷爷是宰相，宰相就现在是国务院总理，就是皇帝之下替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大臣。他呢受到这个奸臣迫害。奸臣呢在皇帝那里倒闲话，啊，倒闲话，皇帝呢就制裁这个甘罗的爷爷，他只要上朝廷，皇帝就借机将他关进大狱。这个甘罗的爷爷呢提前有所耳闻，就感觉到情况不妙，啊，这个就在家里着急啊，这皇帝要宰我呀，这个怎么办呢？他是对方诬陷我，啊，他们为了得到权力诬陷我，但是皇帝真信了，怎么办呢？也着急，啊，弄得又真发高烧，哎，这急坏了，啊，等这个甘罗呢，当时呢是几岁啊？九岁好像是，就听了之后，仔细分析一下，就说好，我代替你出朝，啊，保证没问题，你就放心好了，啊。这个皇帝呢就当时呢这个那一天上朝的时候啊，头一天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呢晚上没睡觉，一直喝酒，和他后宫的这个妃子喝酒，喝醉了，到早晨五更啊，做皇帝也不容易啊，五更天上朝了，这天还不亮，
鸡刚叫，那个鸡刚叫的时候那还是比较勤快的鸡呢，啊，两个小时之后懒鸡才叫，第一只叫的时候，哎，皇帝上朝了，啊，那嘴那个酒还没醒呢，啊，这个管这个警卫的人说，报告皇帝，啊，这个有个小孩跑上来了，他说，哎，小孩跑上来了。这都是大人的事儿啊，看看是谁呀，叫上来。你是谁呀？说，哦，我叫甘罗，我爷爷是谁谁谁。说，哦，那甘罗啊，好，那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啊，说我替我爷爷，因为我爷爷病了，啊，我爷爷病了，所以呢，我就替我爷爷来上朝。有什么事儿呢？回去我给他传话，啊，不耽误国家的事儿。啊，这个一看。众臣一看，这个甘罗的爷爷这位大臣没在跟前，就赶快就给皇帝面前继续煽风点火，就说他爷爷的很多不是很多坏话，这个皇帝就气坏了，心里想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啊，这个皇帝呢有点蠢，也是喝了酒之后，为了刁难他爷爷，因为皇帝啊，他代表着人，既代表着神，他是这样的一种双重身份。那他爷爷在家的时候，就是说，大臣把他挤压的受不了，皇帝要杀他，杀他的时候给他了一个特别难题，但是非常可笑的一个难题，啊，这爷爷说实在做不到，我做不到，我要上去就把我砍了的，啊，那怎么办呢？甘罗就问他爷爷到底是什么样的难题？好了，这个他爷爷就说，哎呀，皇帝呀，想杀我。找我这个借口让我永远做不到，我肯定是必死无疑，啊！他要吃公鸡蛋，公鸡生的蛋，啊！甘罗说这个容易。到了朝廷之后，众臣一看这小孩来了，又继续把他爷爷一顿臭扁，啊！这个皇帝一拍案子，甘罗赶快把你爷爷叫回来，啊！三天之内不给我拿来公鸡蛋，我就把他杀了。明摆着就要杀人找的借口，这皇帝啊，那时候因为他权力太大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是喝了酒，第二个他不需要动脑，他就可以杀人的嘛，反正也没法打官司。啊，这个甘罗说，哎，皇帝，我有真事儿，真实的事情要告诉你。说啊，那好啊，你说吧，这小孩说实话嘛，我爷爷其实没病，那没病为什么不来啊？其实。他坐月子呢，皇帝一听就愣了，你爷爷个老头还会坐月子？我这么年轻我都不会坐月子，他坐月子了，坐月子就是说这老头生孩子了，说不可能，这个男人不可能坐月子，不会生孩子。这个甘罗就说，公鸡也同样。哎，你不信你问大家啊，谁吃过公鸡蛋呢？公鸡能下蛋吗？谁敢？那个时候大臣谁敢说我们家公鸡会下蛋啊？谁都不敢说啊！不信你在这放八天你试试看，下不出蛋来把你杀了。所以谁都不敢说，是公鸡不会下蛋。所以啊，这甘老丞相这个肯定拿不出公鸡蛋来。皇帝以后再找个茬杀他吧，就躲过了这一难。所以呢，皇帝呢就允许他到12岁的时候就可以进朝，听皇帝道真，就是料理政务。啊，这个事情倒是个真事儿啊。12岁的时候他可以上朝了，就拿到官爵了。能够上朝听政的人，那个官也小不了。现在说至少也是个。副市长吧，至少他有这么个名分，或者是学士啊之类的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的知识是多重要啊！所以我们知识越多，我们就有能量，啊，如果会啊比较智慧运用的话，合理运用的话，那就是智慧，那就是能量。大家对我说这个能量的感觉，你有感觉吗？现在也许不懂啊，觉得没有发毛、发热、发胀那种，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这个人很强，就是能量。啊，比如一个人当总统，他的知识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和咱村长相比的话，谁的能量大呀？总统，知识就让村长可以变成总统。啊，知识就代表的是能力。啊，好，这是我讲的人生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就是知识等于能量，啊，能量等于知识等于技术，哎，所以这是必须要学的，那不学的，就你这个人就会混得很差，就像父母所担忧那样，可能饭都吃不上，随时就会被老板炒鱿鱼。如果你很有知识，你可以炒老板鱿鱼。你就把我当着说的话当笑话，只要你记住，啊，你有了能力，你就可以炒你老板。但是大家有能力不一定都要炒老板，好不好？做老板也不容易啊。啊，我只是说，你至少没有被人炒掉的那种心酸的感觉，你至少没有为明天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没有饭吃的这种忧虑啊。你胸有成竹，啊。你有的是能量，你足够的这个能量来创造更多的价值，不但让自己家人吃饱饭，更有能量的人呢，让一伙人吃饱饭，再大能量的人呢，让天下人吃饱饭。对，能量有多大，能量有多大，就代表着你有这么多的智慧。好，所以我说的三种境界，也就是第三种境界呢，就是能量学说，简称叫能者，能力的能，者是代表人类的意思啊，能者。有一位我的一位弟子呢，他呢是一个餐馆的老板，哎，他就招这个厨师，哎。招这个厨师呢，因为这个餐馆小，哎，虽然他给厨师给的钱也并不少，他招了十几个都没招上，就跟我说真发愁啊，招厨师真不好找。我说你别太挑剔了吧，我知道你做事很细心，你是不是太挑剔了？哎呀，师傅你不知道，你这多少人啊，他过穷日子是自找的，太懒惰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我是做川菜的，说你这样，你再来个白菜炖豆腐吧。不会，我是做川菜的啊。啊，再来个做京菜，做北京菜的，给他擀的面条，啊，面条是白案的，我是炒菜的。不会，我给你钱呢，我不会。你在那看都看会了，那个我不会就是不会。哇，还真有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死皮。第二个特点是蠢。说实在的，为了让你自己的老婆孩子，为了让你最亲最爱的人有饭吃，你不该学你都要学一门技术，对不对？哎，所以这种人心中没有真正的爱心。所以你看，你住那个街坊邻居的，有很多人很招人喜欢，你看他们家水管都坏了，人家能帮着修。哎，他家自行车胎被扎了，人家能帮着补。哎，他家有点什么什么事弄不妥，你帮着能弄妥。这种人特别在这个社区里受欢迎，朋友特别多。其中就一个原因嘛，啊，多功能人，这就是他什么都会，大家都离不开他，他就像个宝。但是这个宝呢，他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体。如果是一个东西，早被人给买跑了，对不对？但是从一个人的价值来说，什么都会，你这个能量多强啊！又有一种方面又钻得特别精，你能量就更强，啊，叫一专多能。这过去啊，这老人都是讲这个一专多能，有一个非常的精通，但是很多方面都是精，都要顺便就通了。刚才我说做川菜的师傅，哎，擀个面条不会，
那个白菜炖豆腐不会，除了那个川味的麻辣之外，不少放那个不就是其他北方味吗？就不动脑，就是它的川味也没有学精。学菜，如果真正一个好的厨师是把中间的道理都研究透的，他将来做什么菜都可以。这是第三种。第二种呢就更上一层，第二种是智者，智慧的智。第一种人是能者，有着能力，有着技术，第二种是智者，他有更多的知识、技术和智慧。如果第一种能者只有能力、只有技术的话，第二种人有学问，再加技术能力，就大约是这样的一种加法，他有两样，所以第三种人只有一样，第二种人有两样，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创造更多的价值。记得《三国演义》当中的草船借箭吗？这个是谁让谁拿到多少箭来着？周瑜让诸葛亮吧。周瑜让诸葛亮，他们是本身是两伙，两个黑社会的，碰在一起之后，光想找个茬把他给灭了。但那个时候他们是联军，实际上他们要合作，像国共合作一样，联军去抗击曹操。说你总要露一手啊，现在主要出兵马的都是我们吴国呀，吴国当时的军事大统帅呢是周瑜，那代表着这个刘备这一伙，就是刘家军这边哈，就是所谓后汉的刘家军这边的，他的军事统帅是诸葛亮。你借用我们家的兵马合作，你只是靠两张嘴，有本事你也拿点硬头活出来啊！你有本事多弄点兵马呢，你都没有，要不然你给我弄十万支箭吧。其实根本做不到的，就是几天以内吧，七天还是几天？三天，太狠毒了。他就算好了，你就是削竹皮去砸那个箭头箭簇，都没有时间去打，想买这么多铁都买不来呀。不可能做得出来，诸葛亮也就答应了。诸葛亮自己花钱去雇人打箭了吗？没有，说动脑子。他的脑子动的是他本有的知识上。第一个，他对这个一年四季的从风雪天气变化，24个节气，他掌握的非常清楚。每一个节气，每一个日子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变化，他了然于胸啊，他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比农民还清楚，所以他才敢签这个生死状。他就利用了天气和稻草，弄几个破鼓破锣，借了几艘船就可以了，就弄来那么多的箭。而且他更神奇的，他的知识就是说，他都测好了。那个船上它有一道线，这个线被水淹没了之后，就知道通过这个重量已经计算出它十万支箭已经拿到手了，对不对？它连数学和船和箭的重量都一起用上了，多聪明，多智慧啊。你说它是智慧的话，它来自于知识啊，来自于知识啊，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有这些知识，今天你都可以去干去。所以多么重要这个知识，只是你在学的时候，作为学生的时候，而不是一个实践者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到这个知识这么有能量。对了，十万支箭，你们自己回去啊，不用说打铁了，就拿那个橡皮筋捏捏十支，你看要花多少时间。你要自己拿铁打，难了，所以这个技术加上
非常非常这个广泛广博的知识结合之后，你就是智者啊。所以第一种能者呢，我想动用自己身体赚钱的和做事的，这可能性比较多。第二种呢，是用的知识，知识面非常的广博，所以用知识去做事、去赚钱、去创造自己精彩的人生，比动手脚来的要多得多。在台湾，就现在台湾，有一家人呢，他们当地叫"叉冰"。哎，我们国内叫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他把冻的这个冰啊，就拿那个刨子，刨成碎碎的，碎碎冰块，拌上什么水果，来一碗多少钱？刨冰，啊，刨冰。这个有老两口，啊，老两口，卖了30年，就守着这么一个小摊儿，连房子都没有，一个小摊位，就市场上一个摊位。他儿子在国外大学毕业，是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他老两口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每天就是叫随意的放这些佐料，所以每天味道都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都挺好吃。因为他们那个研究这个刨冰啊，研究的是相当啊胸有成竹啊，手到擒来，怎么做都是香的，所以生意也都不错。所以每天呢，比如说每天能数着1-2千块台币，就觉得已经乐呵呵的了。想着咱爷爷一天100块钱都赚不了，现在咱一天能赚1-2千了，已经很高兴了。等他儿子在国外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就一直在看着整个这个技术。啊，这个父母亲让孩子去做，孩子去做，那孩子很乖，就很动脑筋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去拒绝事情，而且容易去接受事情。去帮他干吧。一个大学生，留洋的大学生回来之后，还跟爸爸妈妈走这个弄这个小摊上卖刨冰，多丢面子啊！他不是，啊，他在做，在做的时候，他自己在体会的这种感觉，包括配方、配料和大众的反应。一年以后，他已经将他家他父母亲做的当中大家最受欢迎的几个配方。他父母亲都不知道，他已经记录在案，按照重量、按照克数、按照大小都记录下来了。啊，之后就开始招商。哎，他就计算了，就不用说整个台湾了，光台北这么多的人口，差不多上千万人口，啊，如果开若干个小店的话，我一个这个店。一天收入2000，我如果开100个店是多少呢？如果你也不怕辛苦，你来入股给我钱，原料我来提供，技术我来提供，啊，他有一套合作的方法，啊，就很快就在台北开了至少有几十个吧，反正走出每个街道我都能看到他们那个店，就是卖刨冰卖到那么大，所以他原来他家。老两口还特别高兴，蘸着唾沫数着那个脏票，哎，数到2000，已经高兴得屁滚尿流的了。现在什么活都不干，我估计每天少了20万他都不干了。他每天的收入太多太多了，就现在变成他一个月的收入胜过他们一辈子的收入。所以，是不是知识就是力量啊？我们现在听完之后，你都可以干，啊，中国人都是什么烙饼、蒸包子，有几个卖的全世界都是的，没有，动脑筋呢，对，所以光有一般的能力，就是通常来说仅仅叫谋生之道，还好吧，但是如果加上知识，这人就变成智者了，就智慧的人了。这个时候会将你原有的能力放大若干倍，所以一个成功者，你的技术在你的成功当中最多占1/10，
也重要，但是比较小的一个比例，而智慧占了更大多数。所以第二种人是智者，啊，也是我比较赞赏的。就当你一个人有了广博的知识，再有了综合的技术，啊，再有了综合的那种美好的特质特性，啊，能吃苦，啊，能坚定，啊，不慌乱，啊，做事认真，啊，做人讲信用，啊，等等这些好的特质，一旦都能学到自己身上的话，这些美好的这些东西合二为一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必然成为一个人生中非常精彩的一个人，就不简单了。像刚才我们讲的三国之中，诸葛亮也算一个智者。诸葛亮的老板是干什么的？过去刘备卖草鞋的，还卖草帽的，卖草鞋的连草帽都不会编，这么个家伙在咱们这里排辈儿，也就是属于啊能者，就是有一定的干活能力，编草鞋总得要穿鞋呀，是不是啊？卖鞋的，哎，你看你们家卖的东西可能都不只是鞋了，对不对？哎，最后人家混个小皇帝当当的。张飞呢？主要是屠夫，啊，杀猪的。关羽是干什么的？就是他跟着他刘老板之前是干啥的？差不多也是受苦力的，就是属于体力劳动者，至少不是什么特别读书智慧的人。那个时候，在他之前，因为后来因为他的忠勇这个概念，历代皇帝给他封号、封号、封号，最后将一个人变成神了，在南方。很多拜关帝的，在南方啊，就塑那个关帝庙，啊，在过去东北也是啊，东北人过去很信关帝，所以东北人比较讲义气，就是从这个，关羽在尤其是清朝得到最高封号之后，是这样，啊，所以这么几个人，像诸葛亮呢也没啥了不起，诸葛亮呢说菜农不是菜农，说农民不是农民。说商人又不是商人，说读书吧没考上什么状元，啊，他是什么都招边，但是诸葛亮是一个博学者。之所以他什么都不是，因为实在没法定位，他什么都是。我估计他种地种不太好，就他个人体力不够，啊，但是他喜欢去学习，只是每个人学习的方法不同。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学习方法，啊，所以这样四个人打下来了一片天下，不是做的是省长，也成为皇帝，啊，所以这个里头像诸葛亮，就算是一个智者。第一类呢，能者、智者。那么第一类是什么人呢？第一类叫我看来叫德者，就是有道德的人。就是天下之大，唯有道者居之。古代的那些大皇帝。能征上善战的，啊，都不是有道的人。这个道德的概念是指有慈悲心的人，有爱民如子的人。对，一个大皇帝，他很爱他的人民，真的很疼爱他的人民。人民税收过高了，他会降税收。啊，贪官污吏太多，多抓一些贪官，选清廉的。哪里有天灾了，哎。其他全国地方都帮助去，这样的人，这样的皇帝，我认为就是好皇帝。天下不管多大，他可能属于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道德最高尚的人。但是，
这个有道德的人，他比这个智者更多了一个部分。他第一，他有能力谋生，有创造力；第二，他有非常综合和广博的知识。而前两种人都没有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呢？是慈悲心，他特别慈悲。你说，比如说他在北京当皇帝，那河南发大水了，河南又不是他家乡，那死就死呗，冲死几万个百姓没事，与我们家没关系，离北京远着呢，啊，那这样的皇帝呢就不是好皇帝。他当一个好的皇帝，听说了之后，啊，心好痛啊，咱们赶快调四个省的人赶快去支持，调全国人捐款，哎，而自己这个皇宫里少花些钱，你这后宫们裁掉一些宫女，啊，卖掉一些值钱的东西，去救济那个贫穷的那一方人，真着急，真为百姓的苦难而着急的人，就有慈悲心。当然，不管这个慈悲心是天生有还是后天学来的，那这样的人才能有什么呢？有魅力，啊，有喜欢关怀别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他有几种特质哈，我这是口头说，我也现在没有整理。第一，他有同情心，台湾叫同理心啊，同情心啊，乐意帮助人啊，乐意帮助人。说光心里头去同情而没有实际行动不行，所以我这确定说出来，特别喜欢去帮助人啊。而且这种人帮助人呢还有智慧的帮，因为他首先他也是个智者，他很有智慧的人，还有非常广博的知识，有很好的表达能力，有很棒的组织能力，有很强的管理能力。我记得在《三国演义》当中，尤其是描述刘备的一些部分，啊，赵云在有一次战争之中，他的一个就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啊，是个很厉害的人。赵云呢，为了救他儿子，为了救这个刘备的儿子，也就是救他主人的儿子啊，赵云差一点被曹操的兵给灭了，啊，这个刘备叫摔孩子嘛，就有个成语啊，刘备摔孩子。但是我相信他首先作为一个父亲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他一定也非常的珍惜他的每一位将领，我相信这一点。就连曹操，虽然他也多疑杀了很多大将，但是曹操的大将是当时三国之中他是最多的，他的任用了很多大将，很多大将被别人贬得不得了啊，就能打败仗的到他这投降他都给你封官进爵，也一样的。所以一个好的统帅是喜欢发现别人的长处，就是特长和精彩的部分，正确的部分。所以呢，作为这样的啊有道德的人，这样的大统帅啊，他还有一些特性，就是善观察、善思考、善宏观的计划统筹啊，对，重大义啊，不贪小利。很多人很聪明，有多少人在这个打仗之中啊，贪小利被人给灭了。刘备为什么说他从一个卖草鞋的啊，变成一个地方成为王，他是当皇帝了，称作为皇帝啊，成为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呢？他对老百姓不错，这样有一个历史的记载，就是其中在河南地区他在打仗的时候，他是那块的老百姓啊都乐意跟他走，有十几万的百姓啊牵猪拽羊啊拖家带口
啊，连牛羊都赶着，老百姓再加上30000士兵就走，曹操这边就追过来了，他能跑得动吗？都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办法，他就赶上让大家喊，如果不乐意跑了就别跑了，别跟着我刘备跑了啊，因为总是一路被人追的话太辛苦了，大家找个生路去吧啊，我们也不用去保护你，他们逮着一个百姓也不会杀的，跟谁不是跟了，就大约是这个意思，很真诚的。那十几万百姓没一个跑的，就是死我们都要跟着你，你这个人对老百姓太好了。所以他那个仗难打的就是说，这些老百姓被他领导过之后啊，都抛家舍业跟着他走，你走到哪我就跟，我们就跟着哪，是这样。所以他护着这些百姓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让他底下那些将军和听说的那个对方的敌人的这些军官听了都很感动。就是后来他也成为一代的王，也就是他心中有百姓，他心中有这种慈爱在里头啊。所以一个这样的一个有道德的一个大的道德的人呢，他有身上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特质啊。他的特质，那第一当然就是仁爱慈悲，再之后他才涵盖着所有的知识和技术啊。这我们的小朋友们小同学们，我们的年龄啊层次都不一样啊，那你想做哪一种人呢？做第一种，就是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我忘了。德者哈，我们简单都是用两个字代表。第二种呢？智者。第三种？能者。能者，大家想做哪一种？者。你自己选吧，不用告诉我。做这三种人，这三种人之中，就没有一个说懒惰成性，啊，不讲信用。得过且过，啊，连偷带摸，没有这种人，啊，哪怕做这三种人当中最下面这一等，他都是一个能者。所以说，能者多劳啊，他可能不光是会这一种技术，他可能会三四种技术呢。所以，我们有了能力，就会有魅力；有了能力就有魅力。如果再有德行，如果再有德行，哎，再有能力，再有智慧，那这个人就是几乎是完美的。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有，我们的弟子几乎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啊。首先，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慈悲的心肠，啊。第二个呢，大家都是好学的人，不管过去好不好学，至少跟我修了之后，如果读过我的书。不好学的人，他自己就把自己开除了，就不是我的弟子了。说我的弟子就要好学，为了你所爱的人，你得多学一点技术，多学一点知识。如果你心中是爱天下人，你就要更要懂得更多更多的知识啊。有的人说我是博士生，我不会擀面条。这个世界，你不管你是什么生，不管是什么长，你都要吃饭的。对不对？哎，所以他忘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的常识啊。所以多学一点技术，也多了无限的方便，增加了更多那种力量的光芒，啊，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精彩。希望大家能够做这三种人当中的哪怕是第三种，也都是很好的啊。所有的行为都是知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知识，我们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知识。所以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要懂得什么呢？给人第一个要有慈悲心，就懂得去同情和关爱，是指对别人啊，别对自己太关爱了。在学习中呢，要注意，请大家记住啊，要善观察，
佛教有一个更高境界的修行叫妙观察，妙是指深入的意思，深入观察，啊，全面思考，请大家学到，啊，我们要学到善观察，善于观察，多听、多看、多想。这除第四个就是多干，就是少说，多干活。啊，所以在一这个学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这有三个哈，多听、多看、多想，能不能记住啊？重复一遍。对，所以听了看了不去想，啊，就像风吹过一样，啊，留不住任何痕迹的，就是船过水无痕，留不下痕迹。哎，所以思考之后才能留下你该留下的那个精华，啊，所以要多想，啊，这个想也可以称为思考，也可以叫做想象，啊。想象，请问大家重要吗？想象这个行为重不重要？我提醒大家，想象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让人说的是，你别在那儿，瞎想了，你别在那胡思乱想了，你别在那还哪些，来贬低我们想象的人。啊，对，还有什么白日做梦。胡思乱想，好听一点就是你浮想联翩了。我告诉大家，你人生所最高的境界，都是先想出来的，先想了一个图片，一个照片，最后去成就它，自己去追求那个照片。从未来的职业，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女生们，将来长大之后，想做空姐，你不是说空姐俩字儿，而是一种形象感，对不对？哎，我们男生说我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你想到不是一个坟包，肯定是那个非常高的一个山峰的感觉。你长大之后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不管富有人长什么样子，你总想着是一个大胖子，好像挺有钱的感觉，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朦胧的形象概念，对不对？比如说，你将来你想做教授，你想到的教授不是两个字，而是图像，对不对？一个类似朦胧的一个，好像一个老教授的样子。好，你想当歌星，你先想到一个你印象中的一个男歌星和女歌星的一个样子，啊，在万人的大会场上你在表演，对。所以，想象，我们可以说叫做理想。有理想，努力去做，就能实现。